大家好，这里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，是 IT 相关的工作，工作地点是横滨或者是在涩谷，招1到3名正社员，工作时间是9点到18点，月给是24万到35万之间。这个工作要求是 IT 专业或者是理工科的，有感兴趣的可以来我们公司参加企业说明会，就是在每周一三五上午11点，周二周四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，当天能够拿到这个 ticket， 然后当天就可以面试，这是公司的电话和地址，欢迎大家前来参加。